跟好，三拜 goodbye， 再拜，三拜。台中大小事的空间算是我地址上一节代表新官神公公子新北市新官军中正路八十一巷六号属神玄高上面大天尊公主留下，也就是带领捆收如下弟子及众信，向台中大小事的公天道圣母三香朝拜，望台中大小事的公天道圣母护佑本宫众神及众信，此事能寻来回一切平安顺遂圆满哦，并恭祝台中大小事的公天上圣母神。香火鼎盛，神威显赫，护国佑民，谨呈上书，恭请领受，弟子先行感恩。晋升承圣朝拜书文，吾以圣德伟额，广兵的公章万物，神恩浩荡，平施慈惠不寻声。京剧一世天下，南山部洲，大中华民国台湾省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八十一巷六号，金光协正宫公主刘孝义。率领如下中山姓人大德人等，捐今日今吉日良辰，沐恩祈福进山朝参拜，准备香花果品，宝图全拍上宝，诚心诚意点香叩首，谨修表意，恭祝台中大甲镇南宫天上圣母神恩显赫，香火兴旺，恭禀记者，无为颜面众神，身居台江，和蒙大道无私。刘六合而普照，虚灵有感，庭面已通真，坦教东林，隐迷入户，忽然下土，六节无为，降于海之池行，渡群生于道岸，寻声应感，动念垂直，治病救苦，人风普低，惠泽君瞻，日为王道良辰，兵荒协公如下众善尽等，锦禀结仪，养于圣剑，主团参将朝圣，叩求。台中大甲镇南宫天上圣母，即众圣尊仙佛，利用合众人等升官换彩，灾星退度，即要进宫，命机永固，运线亨通，本命同彩，南天百福，女纳千祥，财源广进，安居乐业，圣道延绵，大将吉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民乐业，运气。金刚石正宫道场兴旺，香火鼎盛，法脉流长，圣神护法，邪魔神宗，神奉书文，无任守皇。公持锦书上奉，不忘圣神朗剑。大中华民国天运岁次庚子年九月初二日，即时，金刚石正宫公主刘孝义祭众善信人等焚香叩首。据张明吉、刘美云、陈秀慧、邱国玉、何佑成、张玉杰、叶志祥、林承宪、林文珍、徐元珍。现文请您这一份三拜，一拜，再拜。三拜，底下。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